五月十五日晚，昆凌通过微博晒戛纳奥造型的照片，并写道：“原本天火家族精心装扮奥造型，结果被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观众抢夺了关注。这位低调墨镜男伪装的不错嘛，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观众认出啦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次全新的体验。感谢戛纳电影节，感谢电影天火的每位主创，更要感谢每一位支持我的你们。”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。你专心在走红毯，我专心在人群中看你走红毯，哈哈，能让杰伦挤进人群当观众的只有大嫂啦。据了解，周杰伦没有盛装出席戛纳电影节，反而低调出现在观众席中。昆凌毕竟是第一次出席戛纳电影节，在世界著名的红毯上可能会有一些小紧张，而周杰伦的陪伴会给年纪轻轻的妻子一个鼓励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